非常，首先我要讲的第一点哦，是每天在进行这个网攻骇侵的这一个国家的第一名，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中国。中国每天在对我们台湾在内的其他，还有包括其他跟我们价值理念相近国家，每天在做这些网攻骇侵的工作，所以真正的始作俑者是他们。那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想他们所指控的这些相关的部分的相关的内容，我认为都不实。那细节的部分我没有办法能够进一步说明，但是我只能够说这些部分的说法是并不实在的。那至于他们公布的这些情况，我想我们每一个国军都有保家卫国的这个信念，那不会因此而退缩。我们的每一个国军都是在保卫我们的人民，保卫我们自由民主生活的方式，我们不会因此而退缩，不会因为他们的公布而产生这个任何寒蝉的效应。